欢迎来，我们今天来介绍我们新家。今天拿东西过来，顺便来开箱一下现在装潢的进度。目前就是保护工程都做好了，然后木工脚料也下好了，水电管线也拉好了，然后木工材料都进来了，冷气的管线也先拉好了。超迷你的锯台，好可爱。主卧的部分，给大家看一下窗外的景色，美吗？阳台，管线也拉好了，那边是洗衣机，然后它的插座跟插热水器的，然后我们拉了一个门管过来，因为厨房里面放不下洗碗机，所以到时候洗碗机会放洗衣机旁边，所以拉了一个110的插座到这里。室外机的管线也拉好了，大门进来，这边是衣柜、乌衣柜、扫地机器人的家，然后玄关的台面，这边到时候会有整面的落地镜。这里是电视柜，上面钉了两个板子，可以放一些照片。房间的木地板也铺 ，SPC 的木地板也铺好了。中岛现在完成到一半，上面会铺那个大理石。这边我做两个电器柜，有拉盘的，里面有做一把叶电源，下面是收纳柜。这边的木地板也铺好了，主卧的木地板也铺好了，衣柜也完成了，顶天立地的衣柜，明天会来细清，然后应该会把这边完成。这边地板有隔栅。到时候会在这边整面做顶天立地的。新家进度大概80%喽，快完成了，我们下礼拜就可以搬进来了。因为前阵子还在装潢，还有一些没有
做完的，所以都没时间来拍。一进来这边就是玄关，玄关的地方采用一个简单干净利落的感觉。地板下面我们就是有一个算是落成，我去淘宝买的量尺寸去买的那种地垫。对，然后再介绍一下这个镜子，量身定做的，我请玻璃师傅来做的灰镜。天明爸过去照一下镜子。对，因为出门整理好，东西都整理好，就在这边稍微服装仪容整洁一下。OK， 看一下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房子比较小，那这样有放大的效果，就是不会让玄关这边看起来那么压迫感。对，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鞋柜。鞋柜一进来，我们就直接，我们是有做天花板，但是也是做顶天的，下面做镂空打灯这样子。打开来就是这样，鞋柜我们家一家三口，还没有很认真整理，对，就是大概简单放，不会放到那么多，所以上面就可以放一些杂物之类的。这层板都可以调整，下面也有做透气孔，这样比较不会臭。我们的门都是采用。缓冲有缓冲，下面就是有做灯，可以放一些就鞋子来直接踢进去。所以呢，就是对方便的鞋子。重点这是这一个超厉害的，我用那个小画家手绘的简单的图，但有点乱，我们没有整理最 real 的，就呈现给大家。这一样顶天层板，因为上面我不用放很多东西，所以我弄得比较窄。再来，你把那衣服拉出来，这边是采横式的，可以挂衣服。日常电箱。那为什么我不要做层板，我是把衣服挂在这，是因为你衣服拿下来很方便，那你层板会放东西嘛，那你层板上的东西要再把层板拿下来，你这样维修很麻烦，这样比较便利一点。那下面我原本就有预留，这边有个层板，上面还是可以堆一些东西，反正盖起来就看不到。下面就预留扫地机器人的家，那现在几乎大家都有做扫拖流水箱，所以比较高，就预留高一点的位置。那这层板要降还可以再降，这边有预留两个插座，你还可以插一些小东西。过来这边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位置，是算玄关吗？还是说就这整片都算玄关？就是算是，应该是说，因为我们这样看过去没有面窗，没有什么的。那通常进门的45度角是财位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金鸡放在进门的45度角这个位置，朝着门口。那这边还要做一些，这上面我就这边就有灯。再来这个就是应答机嘛，那叫什么对讲机，玄关的灯，客厅的吸顶灯。这边我刻意留插座，这边我有放我的五行的水晶，也是招财的。放钥匙这边，对，里面很乱，就快速扫过。反正就抽屉，对，这里也有收纳的地方，还不错。好，上面也是收纳，这边就比较矮一点，因为刚好大量，就做一些收纳这样子。这个透明文件夹超好用，可以去无印或是宜得利都有卖，宜得利好像便宜一点。再往里面走，就是到我们的客厅了，比较真实啊，就随便摆。但是我们没有要走一个网美系列。对，那我们的系统柜颜色搭配都是白色配木纹色，就是我们自己选的颜色。那这边下面一样也有做镂空的部分，这边是两个很高很深的抽屉给大家看，这边就是做两个镂空的，但是就是也是还没有很认真整理。对，就是非常的深，可以收很多东西，但是就需要一些收纳盒。这边是我们的药。那电视我们就是去好市多买那个壁挂架，999，很便宜，就可以拉出来。电视都通用啊，我们这是50寸的，可以左右啊什么的。再来上面请我们系统柜的厂商做两片板子，那上面就可以展示一些东西，也可以放些东西这样子。然后冷气在这。介绍一下我们这座本集置入的干妈。对，本集置入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沙发会不会觉得有点眼熟？我们有去拍一家点点家居，有拍一间沙发店。那时候Tammy 爸有做这张沙发，我会把连结放在上面。我们就很喜欢这个沙发，而且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高靠背，有质感的高靠背。再来是椅子可以拉出来，对，就是可以往外拖。旁边呢就有这个枕头，其实你不用用抱枕，直接当枕头睡也是很舒服的。对，因为我这边睡过好几次。Tammy 爸小桌的时候有时候会睡在沙发。这一个我记得它叫雅痞，我会再把这个沙发的连结放在资讯栏，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。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小，所以我们是做宽的双人，那它是总宽196。这颜色材质全部都可以客制化，我是选那个短毛的猫抓布，非常好清洁。那它外面皮的部分我是选这个有点咖啡色，那就是
跟我们家里的色系比较搭。嗯、我们的背墙就是做奶茶色，我们用得力的漆，请那个油漆帮我们刷天花板配白色。经纬工程油漆站，我们再接下来要介绍的地方是，我们卖个关子，下一集，下一集，下一集再介绍给大家看。欢迎回到富农媳妇记录区，大家记得要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